们表演的是《经典唱不停》这个节目，这是一个表演儿歌的节目。在排练过程当中，老师教了许多新动作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把它做好做好看。于是呢，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就想了一个好办法。这个好办法呢，就是一对一的练习。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跳得非常漂亮。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他采的蘑菇虽多，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。妈妈的怀抱，妈妈的怀抱，无论我走遍天涯海角。一口中国，一瓦顶陈家，都说过很大，其实一个家。